吗？莲花啊。嗯。行。挑一个。糖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椰蓉。椰蓉。这个呢就没有椰蓉，这是蜂蜜。嗯，够了吧？行，不再提了点。买麻花去。9.3。嗯。大麻花。行。拿着。我给小片呢，凭票呢。这放包里吧。嗯。太细了，太腻，不知道该怎么。对啊，中间。煎饼果子。提前一天，今天进的好。好好吃。多多啊。3天到4天的时间。你就在4天吗？鸡蛋。那是什么？对，没到点儿呢。工作不一定，你看今天不麻烦，你们今天稍微注意注意。哎，你看能不能再给我？哎，他没给那纸袋呢。嗯。这有塑料袋儿。对呀。你知道不？他那有。要塑料那个纸袋儿。他那有纸袋。嗯。哦。画个煎饼是吧？用铲子画个煎饼，打个鸡蛋。摊一摊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多少钱？这8块不算贵，是吧？外面差不多。应该有一下鸡肉。啊，鸡肉。要一点辣椒。要一点辣椒。给的脆挺快。香菜。土豆，土豆片，土豆丝儿，哎，土豆丝儿是软的，是吧？还是软的，点辣酱。鸡排呗。蛋黄酱，大家都是油。哇，然后很好吃。我还喝上老板姓蔡的。哦。好，谢谢，完事了，谢谢。美食成功。行。